这里太大了，这里也太大、啊，这里下垂啊，过大、啊，这块不见了。你腰细是这样看起来细啊，可是侧面看，我的妈呀，就很惨啊。更细，一般你内搭都会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是错误的，其实你要分开。分开之后，其实这个地方就把你的肩膀线全部都切割开了。这件最厉害是它那个前面那个腰封是用 V 字型的，它是帮你遮这里的肉肉。对啊，而且你真的肚子再大一点，就是比较有小腹，可是你胸部也很好，这种都能做的。欢迎我们的女王东君。你不知道，而是你到底都知道一些什么呢？欢迎收看精彩的《国民女王》。好的，这个女人呢，总是为了自己呢不完美的身材线条而感到非常的烦恼。啊，今天呢，利用超肌瘦完美身形穿搭法，我们让您摆脱不 OK 女孩的头衔，所以非常的不容易。尤其到了夏天，穿的少，露的多。这时候呢，缺陷毕露的情况下，女人都非常的惶恐啊。惶恐。今天呢，她们其实乍看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如果她们叫不完美，那其他人怎么办？就她们真的有些不完美的因素在这边。我们今天特别请两位啊，今天要考两位穿搭达人、造型达人，针对她们现场的八位美女，她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可以让她们这个引恶扬善？有没有让自己的身材线条呈现出来都是美好的一面？所以赶快把他们的问题抓出来，好，好不好？这个抓这个问题跟我们房子在抓漏一样，抓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这边呢，其实不是胖，而是壮的这一组，好不好？那他坐错边了啊，他坐门那怎么会钻啊？谁？安娜，小小的安娜也很宽哎，哇，他应该跟安娜换吧？攻击这样子有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统一会诊。好吧，同一会场，一边一边来。好，女王东君请举例。来，前面就位，站那一排。在哪？干什么啦？好好站啊，选妃啊。好，这四个今天呢，基本上都是笑容甜美，你们自己分别自己认为好不好？嗯。先自己招，你最不满意你哪里？小点点。不满意哪里？他没有啊。我们讲身材。真的有一点。身材哪里不满意？哦，脚后跟的脚趾，比较厚的脚趾。对，我要其他我没有什么。你且稍待，这位高贵的少女。好，逸轩对自己哪里不满意？我觉得你觉得蛮好的。我比较不满意的应该就是我的手指甲。可是，我们不要走他那一路的。讲真的，我真的很多哎，就是我宽肩，肩宽啊，宽肩，宽。宽的肩膀啊，宽的肩膀，然后很厚的手臂，然后肚子又大没腰，然后又吹粗腿。你还好，你是不是？哪会啊？你有这么多缺点吗？有，不敢的。安娜往前站一步。安娜已经走错棚了。对啊，变瘦哎。好，我们先听他自己怎么说。你请说，你哪里不满意？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呢，经纪人都说我肩膀太宽，三角肌看到了，没有就对三角肌有点大，对啊，有点壮。你是不是进错棚？你应该去新兵进行曲吧。有点壮，走了，走了，太壮，没有啊，真的还好，你的问题就真的来隆个乳就好了。对，肩膀太大的问题，因为就是因为肩宽看起来胸就小，然后没有腰又没有屁股，感觉就是一个男人，这样平平的。太直的，干干扁扁直直的这样，撑不起来。好了，现在名模身材。对。哎，这样，陈晨，陈晨，你就不要呼吸，他越呼吸越像男的。应该转侧面，转侧面。你再吸一次。我的胸，你的胸肌，你的胸大肌，我的妈。然后还有明显的喉结。好，请回，往回退一步。好，可来往前站一步。好，哇，这错了你。你自己的问题。哎，真的爱耶。自己先说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感觉就是廖慧英老师的上衣。饱饱好不好？这样人家是实在有健康的主持人，你这样有孕妇的感觉。像你们家有多爱做可以做，你哪里有问题？来自己讲来。我自己的问题是因为我髋骨比较大，所以我的肉都会集中在这边。从腰以下到大腿这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把它遮起来就好啦。这是减肥之后留下来的遗产。遗产还有遗传，就我们家人这边都比较大。四个人看来问题还不少嘞，除了安娜问题稍微少一点之外，所以稍微少一点。那需要花点钱而已。但也有人比较残忍啊。没有，我就没有问题啊。
好了，我承认我你脑子有问题，我真的有问题。是，你小甜甜她其实比我认识以前已经穿的好很多了。对啊，我的问题就是你知道我的痣长在这边这一颗痣不好，真的。请回顾自己。女王是几几零？往前就位。哇，这才有问题吧？好，刚才呢介绍完的短发组，现在介绍长发组的。长发组的看起来呢很像整个阵容稍微哦坚强一点，对不对？嗯、看起来问题比较没那么大。勋、啊，首先自己就是说脖子，哦、脖子稍脸太小了，脖子稍长，因为脸对你小时候是不是有套圈圈在脖子里面？哎，真的，超级长颈鹿，真的耶！好厉害，好灵活啊！你再你再动一次，再动一次，好厉害啊！反方向，反方向，反过来，好怪啊！哎，转啊！反尾啊！哎妈逼！看看人家身材的问题，就要转，就要表现。哎，对，我被 Q 了。哎，好厉害！你真的，你很好 Q 哎。对，罗星太强了你。反尾他有什么问题？脖子真的很大的问题啦，其他我觉得是脑筋有问题吧。啊，胸部好练有干嘛？对啊，其实很简单，问题很简单，其实只要穿对衣服就 OK 啦。我们一般长脖子的女生很像比例并不高，对不对？长脖子的女生比较少，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女生都喜欢自己脖子长，但她过长吧，她真的好长，这颈好深哦，她的脸太窄，因为以胸小，好再不要动哦，比例不对啊，你就以胸。刚好下面是个小针，就相形见的好变好短，好诡异哦！有没有？勋的脸就很小啊，就变好短。这边也很好怪哦。你再讲小针，让你去做下巴了。来，小针，哎呀，两个一起做。小针往前站。我要，我也要。你自己有什么问题？我太壮啊，就这样，问题很大啦。那你觉得怎么穿？这样穿对不对？这样穿当然不对啊，就是因为把那个你知道整个就露出来，副乳这里对，然后呢，而且这件呢、啊，我就发现说这件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呢它的档有点太低了，所以它就会一直往上，它就会一直往上跑，然后往上跑呢，其实照理来说那个松紧的应该会有腰型出来，对不对？可这件居然没有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它整个是拼的，然后我觉得它可能是缝线的关系吧，它可能是缝线缝的不是很好，因为走对走样对，来，瑶瑶往前站一步，其他往后退一步。哎，我有什么缺点、啊？他不就是瘦子？你有什么问题？还好，这个瘦子瘦子啊。我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呢？我反而是有些衣服比较不能穿，像我觉得我很喜欢穿这种连身裤，因为很流行，而且很方便，很好看的、啊。但是因为这样一穿就会整个就是，我不知道是这件太大还是怎样，还是因为其实我非常的瘦，但是这样一穿感觉我很胖。没有他的比例，我觉得他的问题是你胸部太大了啦，你胸部问题，对胸部问题，所以你也不能从这边，你衣服也不能从这边开始去凸显，从下面开始，不要去凸显它。对啊，你看你胸部太大，对啊，对，来侧面看看，侧面这边吗？对，你看你胸部太大了，对啊，那是胸部啦。好，还有什么？没有在做什么穿法也穿错了，多少吗？这衣服如果是这样子穿，太高，低一点点的话，哎，你为什么把它穿这么高呢？因为它下哦。其实如果低一点点的话，其实如果低一点点，其实你就不会看胸部那么的，整个好像摆在桌上的感觉。摆在桌上就好一点点。对，你有觉得？哎，对啊，稍微好一点。嗯，上面的有。请问一下两位老师，他们今天穿的衣服是不是都不太 OK？ 不是那么能凸显自己真正的优缺点。你们实际真正的线条到底如何？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帮你们准备黑衣服，紧身的黑衣。我们一般的场合很不好，不太喜欢看到黑衣人。对啊。但今天我们一次看到八位黑衣人，不同毕露，不同线条的黑衣人，好吧，八位全部换。好机车哦！如果找不到黑色衣服可以换的，因为有些身材线条的问题，好吧，我们他们有广告涂料涂黑了。彩绘，我才不会彩绘。八位同时换黑衣人的造型，请欢迎我们的黑衣人。其实本来有什么问题的，他们都讲了那么多，可真的穿上黑衣服之后呢，所有的线条毕露之后，事实上有新的问题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两位老师分别感觉一下这八位，他们刚自己所认为自己不满意、不圆满的地方，现在有什么新的问题吗？小珍这里。其实小珍现在穿起来的话，它其实就是腰线的地方比较不明显。腰线。对，但它整体其实看起来是瘦的，整体是瘦的，对，是均匀的。它是均匀肉啊，刚刚不讲了。对，它肉的很均匀。所以就是只差在这个地方，只差在这里而已。对。哦，基本上跟你刚才。嘴巴哟。那它是差不多的啊。咬咬。咬咬。瘦啊！其实我觉得瘦。
腰太细，腰太细，小腹跟屁股这边是太扁的关系，就太扁，所以会让他的那个反差更大，胸部会更大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哦，你看啊，他其实他这样穿完之后，我觉得啊，你要画画，你看，他如果这个地方少掉一点点的话，可能就会更瘦了。这洗得掉吗，老师？洗得掉，确定？确定。那正面。可是我觉得还要少掉这么多啊，没有，还要少掉这个部位，就这个部位，没有，就这个地方的问题吧。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太扁了，这我没办法，这个我没办法。那扁的地方，这麻烦呢。他也没有屁股啊，对，他也没有屁股。侧面，对，也没屁股，他也没屁股，对，没屁股了，他也没屁股。熏，也还好，我要去。都 OK 哈，现在都 OK 哈。脖子是最大的问题，脖子跟胸部。恭喜这边的问题比较少，这边。小甜甜什么问题？哎，他先略过他，他问题很多。先略过他的。对。逸轩的问题，他刚刚讲到说自己的这个上大背，我都很宽，然后我肩宽，背手背粗，然后小腹壮，大腿壮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只是肩宽，那其他就是没有腰。我没有。对，他现在他很窄，他没有腰，所以变臀部也没不见了。后面可兰的问题大不大？可兰，你可兰下来好了，你问题还蛮大的。问题蛮大的，问题蛮大的。我很害羞哎，我觉得我要下盘。他刚好跟他相反，你看哦。他上气下大。他其实有腰，有胸，有臀，可是看起来比例是不对。比例不对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地方臀围太大了，你看胸正面，正面这个地方，然后说这是遗传，那怎么办？太宽了，很宽，太宽了，然后呢，太肉，对，太肉，对，其实你的肩膀不输小肩，对，不输小肩哎，没有，我觉得他肩膀是窄，只是他是肉，很肉，你算窄，对啊，你算窄，然后而且他的是这个地方是有点整个在往下走，其实他这个地方是最大的问题，这里吗？这个是最大的问题，对啊，怎么办？我们也有抽脂。不要做生意。我已经快把我们他其实只要把这一块，他其实我觉得他穿的衣服，其实他真的很宽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的腰在这个地方，腰在这个地方，他图照理说这个地方就完美了，如果这个肉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把他的腰线呢，我们要把他的腰往下移一点点。哦。那这个地方就会变小了。他要穿低腰的。哦。好。请回错。不怕。好，不怕。请回。来，请老师。那个那位安娜，那位士官长，你去吃两个便当啊！你走了，你说没问题，小心点。他什么问题？然后老师想好了，你在请他。他最大，我是阿翔，我是阿翔。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肉不够了，真的肉不够。对，其实这里啊，如果多点肉，然后胸多一点，不要吸，不要吸，因为。你如果是这样子，肉多一点，然后胸多一点的话，你这里就觉得比较不会这么单薄，因为它现在整个看起来是平的，非常平，没有一点女人味。可是你刚刚不讲吗？什么名模都长这样，不是？对啊，但是国外的名模的胸型算瘦，它又不够漂亮的。对，名模的胸型是瘦也漂亮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他最好他的脸的比例太短了，所以导致他所有的看起来头重脚轻。我们是说那女人的小腹是很漂亮的。其实，所以是不是要有一点呢？对，因为大家都想瘦，可是真的很瘦，你没有任何一些肉肉的曲线的时候，穿衣服也不好看。不好看。其实最性感的女生是那个小腹有一点点微微的肉是最性感。像这样身材的女生也很多哦，像可兰那种像女可兰那种身材的也很多，洛梨型的，然后像那种干扁型的也很多啊，然后还有那个三围可能比例有点问题的瑶瑶。也有问题，有一些人，因为现在一直在强调上围，然后凸显上围之后，然后忽略了其他的，然后衣服就穿错了，真的啊，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，因为看起来长得漂亮的，事实上线条比例有问题，它是个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三个希望大家也可以救一下，希望可以救，先回座，问题最大的小甜，小甜甜，请出列。其实我还好，你还好，而且我也是没有屁股，你什么勇气穿亮片的？掌握衣服特性，出腰宽臀也能接受。第一就这里太大，这里也太大，这里也下垂啊，过大，肚子不见了。一般下盘到腰很大的人都不敢穿这么贴身的。对。可是如果说呢，你有一点点，其实你的臀围就变小了。好，右边走两步。少啊，好看，好看。太神秘了啦，这一件。往前追以后。我也觉得奇怪，我不想跟你不一样，我想跟你不一样。大家要有同事爱，对他讲话不要那么刻薄。我只是问客。好，没关系，谁要你穿这件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亮
可以让整个人变得很闪亮。有啦，那有放大的效果，有舞台效果。好，说明一下两位老师的。好了，他可能贴最多标签了。第一就这里太大，你把它拿卫生纸卷起来。肚脐要小腹才能。这里太大，这是没办法。然后这里下垂啊，下垂。对啊，然后胸部有点过大、啊，乱贴，真的，因为呢，好坏，他整个身啊还有不止哦，手臂吗？他手臂也是最大问题呀、啊。哎，怎么找到标签了？我们是在大衣服，不是要看哪里需要竞争。你放，你放松，你放松，你看这块也不见了，这块是很大的问题呀、啊。太大问题啊！看镜头，你看。很多问题，其实小天天呢，他其实他很懂，他自己要穿越性感越露，会看起来越瘦是没有错。可是有时候呢，露太多反而是一个反效果。但是小天，你会穿亮片出来紧身衣呢？刚才他们讨论过了。对啊，我是觉得这是很糟糕。他最大的聪明，知道自己怎么样穿会好看，是他的低胸，这是正确的。对，电视机观众前面的朋友，如果你是肉肉型的，又是有胸的，其实你不要介意把它包得太紧，这样它这个性感是唯一优点。唯一的优点，唯一穿对的地方，其他都错。停止。这个问题，待会我们希望能够帮你。OK 啦。好，你自己觉得你很了解自己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衣服，你曾经有穿，像你刚刚我们亮相的那一套，就是你觉得最满意的搭配吗？对，就是一来我会找遮手臂的，然后二来因为我的腿很漂亮，我自己觉得，所以我会尽可能下半身短，露多一点，对，要身体下面能遮尽量遮，对，然后穿腰。就是宽宽的腰身，就是有点宽宽，不会让你的这个手把很明显，但同时又可以强调一下，其实你是有曲线的。对，嗯，而且他脸又尖有下巴，所以其实看起来会。你不要赞美他。什么腿啊？没有啦，你看不到我的钱。他刚才那一套不喜欢了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画面，他其实小甜甜，他很聪明，他刚选那件裤子呢是有点蓬蓬的，可以让他腿看起来更瘦。你赚不到我的钱。请回座。好。来，现在集体会诊，因为穿了黑衣服之后，你们的线条就更清楚了。现在我们一步来，照部分来说，现在上盘，我们分上盘、中盘、下盘，好不好？好。上盘，肩下来，胸这个地方，比较让你觉得。问题比较严重，需要马上解决的，有谁？两位，说到谁，谁都起立哦。来，上盘，可兰啊，可兰吗？对啊，可兰，可兰请起立，讲到就请起立。小珍也是吧？小珍请起立，小珍也是啊。大肩，肩膀跟胸围。逸轩也是属于，也是属于这里面的。对，我觉得逸轩啊，蛮严重的啦，对，是蛮严重的啦。我觉得可兰就。给下半部啦，因为他肩其实是说他其实可能也是蛮问题啊。你跟小天同一组，你先坐一下好了。好，跟谁？我跟小天同一组，差不多了。好的。所以逸轩跟小珍，对啊，大姐这两位，对，他们怎么穿搭比较好？宽大的肩膀，厚实的胸膛，在这女人身上实在是太恐怖了吧！既然改变不了骨架，要如何穿才能看起来比较纤细呢？来，这套给你去吧。哇，我可以穿五肩的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一套？因为小珍她担心她这边的肉多嘛，那因为她这一件的弹性，这里有一个弹性可以去收缩她的肉，收缩。就像樊伟老师刚刚说的，其实胸部有料的女孩子不一定要遮胸，所以这前面有点垂坠式的遮法。那其他的我们等她换出来再来讲。逸轩呢？逸轩，我可以选有两个选择，我觉得其实一个我觉得她可以穿连身的，是好可爱。连身的其实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对。然后呢，加上一个外套，这件多少钱？加上一个外套，其实会不是。可是你下半，你白的好了。对，一个是这样子选择，一个你喜欢哪一个？如果你买衣服的话，我一定会觉得那连身的超可爱啊。这个连的吧，这个好，你就穿这一套。这个背心也好看，特背心也超，这套也挺好看的，对，那套很好看，背心也好看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来，我替你决定好了，你就穿，刚刚决定了，穿这套，好，加上这个外套，好，再给你一个，超有型，你就穿你原来的 legging， 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哎，只是我有个疑问呢，为什么我这样觉得上半身肉都可以穿无袖啊？因为它有皱褶啊。真的吗？你来看看，它有皱褶，然后这里又有垂坠感，所以有时候还可以稍微挡一下，就是上半身肉肉女孩子介意的副乳。你说就像有人在肩上放两个那个须须这样吗？可是因为它，就遮肩膀。
场啊。我这边不讲话，你也打一枪过来。可以换衣服吗？两位请上，对，谢谢。刚刚呢是上盘的人，嗯，接下来还有六位乡亲，再找两位中盘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好，中盘的朋友，就是整个中盘这边，这属于腰腹腰腹部的 ，OK， 腰围腹部的，那就两位咬腰哈。啊，因为我觉得我腰算非常 OK， 你不是胖？你觉得腰非常 OK？ 哎，我腰细到爆炸哎。好怪，他的臀围，他其实是他的腿比例好壮，对，对，我超扁的，就是扁啊，扁啦，腰就是你腰细是这样看起来细啊，可是侧面看，我的妈呀，就是很惨啊，更细，对对，扁扁的，对，它是扁，比例怪啊，所以我们来让他穿，看起来就是既有胸部又不会觉得下面太单薄的，因为把这个遮蔽。这种女孩子很多，所以我刚说。也是我们该关心的族群之一。还有没有谁？是可兰吧？我觉得可兰其实中盘到腰到腰都很大的问题。啊，可兰是跟我一起的，她有开心的笑。可兰不是腰那边好肉，她从腰那边。她从腰，你的她虽然有腰，可是她都太都是肉肉肉肉肉肉。那她其实，我刚才讲过说，如果解决她腰的问题，其实她就变瘦了。像那个瑶瑶是腰细，对不对？她觉得 OK， 可是因为她腰太细了。那就显得胸太大，变头重脚轻，对不对？那是对。那像可兰呢，因为她有腰，可是呢，因为她的腰线太高，穿错了就变成臀部更大，对不对？瑶瑶让我觉得，就是对男生的立场来讲，就是看着随时会担心脊椎可能会有点，你知道吗？我脊椎歪严重了。你看你的压力，你的压力负荷太大。对。我以为可兰应该其实她的臀为下盘，那如果可兰不是下盘，那谁是下盘？下盘哇下。有人很有人哎，可是我是有人呢、啊。其实我是上盘呢、啊。你是整盘，整盘，整盘端走。没有了，我觉得今天下盘我们可以一起讲，把可兰讲完了，那就讲一个是无药可救的，怎么救这样子啦。就这样吗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。好。比如啊，可兰，我就会帮他选一个像这样子不对称的衣服。点点会放大。对。今天可兰，你出的这个衣服呢？可兰可以在这里换就可以了。好危险呢！你看呢？可兰如果在这里，我的内搭裤不用脱，不用脱。你看啊，跟他们讲这个吗？嗯。如果我们，嗨。哇！你有这样的衣服吗？有抓皱啦，没有。因为呢，我现在把它所有的这个地方呢，跟这个地方的比例放大了。因为我不敢穿旁边这边，因为一般下盘到腰很大的人都不敢穿这么贴身的。对。可是如果说呢，你有一点点小皱褶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会把这个地方的视觉上切割开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皱褶跟这个地方的地方成一直线的时候呢，其实你的臀围就变小了。真的？哎，有哎。对不对？有。然后就跟它不等边对称。买回家啦。它其实它的抽皱的是不等边，你发现没有？只有一边有抽皱，一边是没有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它这边是高，这边是低啊、哦。这边是抽这边，这边抽这边是不一样的。你们看一下，不对称。这是抽这边是不对称的。哎，对，这没错，抽下面。它做皱褶的地方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一个做下巴，一个做腰围。不对称之后呢，你这个地方整个都缩小了。如果再加上一个细皮带修饰它的臀围线，就更漂亮了。韩国歌手的那个。很会，而且他还没穿高跟鞋啊，踩上去会到大的地方呢。我把这个须须呢，一定要放在你最胖这个地方，这条线让它变拉长的效果。哇！那在哪个地方呢？就是在我们膝盖这个地方中心的旁边。中心这条线，对，膝盖正中心上来之后，对不对？嗯。这边外围。真的。你有没有这么瘦过？有。有吗？现在。好看，对啊。他可以更高，你有穿高跟鞋来吗？有，他穿高跟鞋会更瘦，你就换成高跟鞋，很修哇哦。哎，真的哦，好小心。哇，那记得再提醒大家一个小重点，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地方摆的位置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地方皮带的时候不能系成是平行的，这样是胖的。嗯，一定是要挂的，松松的，有弧度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的瑶瑶她的没有腰的腰太细的，是不是就适合挂平的？哦，不是，那问亚邦老师啊，这个更厉害的，对，这搭的好。哎，好难看。来，走秀给我们看一下，来往前走，慢慢走。才变黑色瘦哎。好，右边走两步。瘦啊！右边走两步。太神秘了，这一件。左边走两步。
真丑。有，我喜欢。你有穿过这样的圆点的衣服，这样造型的衣服？我很爱点点，但是点点很容易膨胀，都不敢穿。所以不敢穿，对，会不敢穿。其实很 OK， 真的耶。你在选整个人起码瘦，整个人起码瘦了大概快8公斤、10公斤，哇，你消下去了，有这个效果，大消。原本腰臀看起来就非常丰满的可兰，穿了不对称的皱褶上衣，马上产生意想不到的肌瘦效果哦。用这一件有点带一点高腰，然后立领的洋装，真的好看，对，小公主。然后呢，因为她的腰太细，所以要让她这边看起来的存在感比较多，蓬一点。所以我们要让它这里看起来是蓬的，可是上面呢它是可以露胸的，它只是担心自己露起来是胖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它把它最好的优点露出来。那我会建议像胸部大的女孩子啊，尽量不要穿这个珍珠，如果你介意，因为它会有膨胀的效果，我觉得看起来可以，所以你里面可以就是内搭的部分可以挑比较素雅，或珠珠不要有这么多这么大颗，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会让人家把视觉停留在这里，会膨胀，会珠珠会有放大的效果，蕾丝也是一样，对对对，就大胸部也不能穿蕾丝，很恐怖。所以薰衣适合吗？适合吗？是摆满珍珠，所以薰衣或者是安娜都很适合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会荷叶边的那种领口有的都很适合，这边东西多一点的就对了，对。造成放大的效果。对，那因为他又担心胸部太强，所以我们挑裸色系的，比较不会觉得说整个凸显出来，是跟上半身融合在一起的感觉。白色这个内搭要穿吗？嗯，可穿可不穿，可穿可不穿，就看那你试试看。你说自己搭看看哪个好。请带着鞋子到里面去换，好不好？来，瑶瑶加油，小心，加油加油。好，刚才我们的上盘有问题的朋友已经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两位，一个是逸轩，一个是小珍，欢迎出场。Legging 没有拉得不够低，对，他一定没有来上过。Legging 要拉到脚，你要拉到脚，来，我们脚窝地方。你看他给你改一边就好，就知道差别在哪里。哦，要延伸感。哇，好看吗？好看多了，更长，而且更脚掌，对，感觉嗯。然后其实我先把外套先脱掉，其实他不穿外套其实是 OK 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。什么？肩膀好像变窄了。对，有。因为呢，肩膀宽的人呢，其实很怕穿这样削肩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呢，可剪裁方面，如果说你的剪裁是细的，可是这个地方是宽的，嗯，所以你的视觉上会这个地方会膨胀，所以你就不觉得这个地方宽，因为哦，你把这边加宽，把这个地方加宽，所以呢，你正面看的时候呢，你的肩点跟这个地方是一样宽的，所以不觉得你的肩特别的宽，你这样看就是瘦的了，你不觉得肩膀就比较窄？有肩膀，而且呢，我们可以。做两件式的搭法是加个内搭，那一般你内搭都会叠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是错误的，其实你要分开，分开之后，其实这个地方就把你的肩膀线全部都切割开了，对不对？选的颜色和款式，太瘦太胖都不怕。这个裸色系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其实这样它胸部虽然大，可是看起来是舒服的，因为它色系上不会太。它露出来不少，像蒸蛋一样，是不是？我帮他挑这一件，条纹呢？条纹，对，大家看可能很不适合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胖的穿起条纹非常不适合。可是呢，如果你选对呢，它会变瘦。这好像是一件很时尚的袈裟哦。瘦了。然后呢，记得肩膀宽的人呢，一定要戴项链。为什么要戴项链呢？要把一样是项链的视觉效果呢，就是把这个地方到这个脖子这个点到肩膀这个肩点呢。通通切割开来之后，你的肩膀就变得很窄了。真的，对不对？哇，所以其实我利用这个内搭的衣服跟你的项链，把你的肩膀大卸八块。对，所以你看我这两块布其实可以摆很满哎，可以摆超多东西在这一块，然后只要露出这一，这样就变瘦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你不觉得这么壮吗？对不对？来了，现在走秀准备，动作，慢慢走，来。非常好。请回座。相当好哎，好成功哦。胡小珍，请出列。他的问题被修正了没有？有啊。会挑这个就是因为啊，优雅。
这边的皱褶跟拉这样的设计，会让你觉得说，其实肩膀没有很宽，是因为这个皱褶的关系。对，同时这里的宽松还可以遮，就是像胸啊、肩比较宽、副乳这个位置。可是我觉得你像雅芳老师这样搭，你看镜头哦，所以拉起来这边反而比较瘦，放下来这边比较胖。对，要拉起来一点。有没有放下那个这个肉比较多？对，对啊。拉起来反而肩膀窄，更窄，对，它会修。这边有一个这样尖尖的线条，两边比较就看起来是有差。然后因为下半部呢，它这个面料是比较有弹性的，这还要加这一条。其实可以不加，有的人其实不加，你的线条也会更就是修长。对，你如果拿掉的话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腰封。对，其实你拿掉的话，它这边是有弹性，可以蛮严重。对，其实拿掉的话这样，那因为视觉上。整个穿看起来是圆的，对，因为它是圆身，所以它撑得起来那个感觉。它撑得起来，对。我觉得之前最厉害是它那个前面那个腰封是用 V 字型的，对，它是帮你遮这里的肉，对啊，而且面料比较厚，对，嗯。走秀准备，老师音乐准备，请开始。很丰满，但是这个整体很丰满。哇！一轩和小珍雄壮威武的肩膀，在老师的巧妙搭配之下，也能展现温柔优雅的一面。所以别害怕露出手背，穿对衣服才重要哦。对于现在目前时下讲求胸围、讲求要瘦的朋友，这女孩子很多，她怎么穿才会漂亮？来，瑶瑶，欢迎。说明一下来，因为这个裸色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其实这样它胸不算大，可是看起来是舒服的，因为它色系上不会太跳，它露出来不少，像蒸蛋一样那个。可是你如果远距离看，你不会发现它有这么的丰满，因为裸色系呢会让大胸部看起来会对大的很漂亮，没有压力，没有那种遐想跟那种压力的感觉，比较没有那么被强调，对，比较很舒服，比较 peace 一点，而且变很有气质。嗯，对，因为这边不会单独被凸显出来，你就不会 focus 在那个线条上。哇，他那个脖子上面搭配的那个垫子，对不对？拿掉了都可以吧？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小一点，没有关系啊。啊，太大了，这也太大了。嗯，因为它的长度，如果你担心这边太是大家集中的目的，那你就可以把它做短一点的，会比较秀气。像里面那个短的就比较好，对，会比较秀气。哦，对，因为这样子大家就会一直看在这个地方。他就希望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，你没看到他拿白色那件给他的时候，他也想说，你再不了解我，不是，有他希望更长一点，在那个事业线那边晃来晃去。没有，那是就山谷当中的一个钻石，对不对？山谷当中的。对，所以这样又很符合他的年纪，就是比较俏丽的可爱的。现在女生很多这样的身材，这样好漂亮。嗯，是瘦的一个乱七八糟，然后一直强调她的上围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反而这个线条很难看，这样就很好看。那其实如果你真的肚子再大，就是比较有小腹，可是你胸部也很好，这种都能遮得住。都遮得住，对，所以说这个衣服不管它有没有小腹，是有腰没腰的都适合。对，你腰臀这边有太多问题，但你腿是漂亮的。这个线条不对的人，全部靠这个，全部遮掉。那所以老师，我适合穿这种，就是你的长度要挑对，还有你腰，就像刚刚樊薇老师说，你的比例的问题，所以你上半节跟下半节的那个衣长跟裙长，你就要注意。你还是不要尝试，我觉得有点会很风险很大。对对，好。它不适合你是什么杯？它是第五杯，你是什么杯？我差也是差不多五六那附近，没有，因为我这边很小，搞不好可以试试看，可是是 size 的问题，嗯，对，对不对？下围，没有我的腰，我下胸很小哎，下胸这边超小，好，身材很好，你滚回来，怎么滚啊？要走秀，来秀吧，开始，好年轻哦。平坦的小腹羡煞了众女性，但是一点肉都没有，好像又太 over 了啦。
选择高腰有蓬度的洋装，让你看起来更有女人味哦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整个上面上盘看起来壮的线条没出来的，或者是中腰这边看起来腰跟腹这边看起来模糊的，或者是没有魅力的哦，不够有实力的，或者是太有实力的哦，都做了很好的修饰。来，最复杂的问题，这是不是最真正的难题呢？是不是？应该算是吧，我觉得最复杂就是他每个地方都有重点，然后都没重点。剩下的四位乡亲没有穿，没有刚刚没有被试穿的，来，请起立。剩下的四位，这四位谁？你这样不是给小甜甜难看吗？你这样还要问谁下台？没有，我觉得啊，其实现在剩下的该救的，好像应该就小甜甜是最严重，他是整体都需要拯救哎。你算是哦，因为我们今天说，局部都有什么样的地方比较糟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糟得很平均的，应该是算是均匀的，也不要加糟嘛。哦，很匀称，匀称。OK， 好，匀称的糟的，像这样的，你觉得怎么办？他真的是，好啦，勉强，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他的 size 哎，可以的。在公司行号同学同才当中，像这样身材的都是甘草人物，因为他比较不在乎大家的眼光啊，成为大家开心的焦点，对不对？是福报来的。对，就是在团体里面都是女版曾国城。你这样不是大家开心的？好，其他的，请坐。哇，你们两个在那边好像兄妹哦。被樊伟老师视为最困难任务的小甜甜，全身上下都有待抢救，究竟老师会如何改造呢？我现在救他，我帮他找一个衣服。我觉得刚才他的下半身穿的，你刚刚那裙那个短裤还在吗？还在，还在。我觉得他裤子选的非常好，可是我可以帮他挑一个，改一个上半身好了。我觉得其实啊，我帮他挑这一件条纹呢，条纹对，大家看可能很不适合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胖的穿条纹非常不适合。可是呢，如果你选对呢，是会变瘦。它到底是还要被放多远呢？放多大吧？我跟你说，因为你看这件衣服，它没有很多，它有很多特别的太多了的修饰。它最厉害的地方，胖的人其实选衣服呢，肉不是胖啊啊，他会生气哦。他们都不是胖，他们只是比较丰腴。啊，就是说肉比较多的人呢，其实呢，你可以挑衣服什么的。啊，材料当然第一选择，你不要选择这么多条纹的。可是如果你说选择条纹是今年流行的，你一定要穿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么潮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在剪，他这么潮，你这么潮，你就可以从剪裁的地方来做选择。比如这件衣服，它特别这个地方，还有不规则剪裁，其实会让你变得很瘦。你现在就换完了之后，我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你穿起来会变瘦。就是我这样，没有其他东西的。其他都脱掉，不要。这好像是一件很时尚的袈裟，我觉得。对，是这样。对，啊，你看啊，多个 legging 好了啦，你腿那么粗，来。不用了，我要露腿啦，我要露腿。加这个，加刚才那一个。啊，还要动动 legging 啊？你看怎么样比较优？穿你自己也很担心。我要露腿。不是我怕你换我的招牌。而且你这个那么大，我就怕露，不就在那边一览无遗吗？好了 ，legging 给他，就要穿 legging。就上次你要穿星星，你忘了吗？就穿 legging， 穿 legging。他不敢给我。你上次连那个什么美国国旗的他都很喜欢呢。我喜欢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会很敢呢。我怕破掉，到时候。先谢你。不要了，怕破掉，厂商跟我要钱。哎，你先帮我放一只脚进去看看嘛，快点啊！快点哦，我很。哎，这集很难赚呢，怎么这样子？我要回家了。穿得下吗？有办法吗？你自己要坐，请坐。你姿势可以再丑一点。大王面应该还好啦，还好啦，看看啦，反正你失败不是第一次了。我要去你小房间哦，我要去你小房间喽。不要录屏幕太久。他是一个小甜甜，就是一个急需要我们伸出援手的朋友，而且我们都是用非常无比的包容。啊，还有爱心来宽待这个人，真的。好吧，待会呢，他这个整体经过整个改正修正之后，应该会有很惊人的效果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，可以请甲方老师教大家那个长脖子的，因为很多太瘦的人啊，脖子很细啊，可以看是挑哪些衣服比较适合。长脖子，对啊，是不是好？对啊，这样好不好？长脖子没那么多，但细脖子的很多。细脖子，对，反正脖子比例有问题的，怎么办？不能穿条纹装，樊伟老师打破迷思。他其实还是穿错了，其实要把这个穿在更前面一点点，阿尚才会穿横的这样子。对，各位要小心了，我们的重兵器要上。去哪？
因为我最讨厌人家听到说她太瘦，就很讨厌。对，其实我刚刚讲过啊，长脖子的女孩子啊，其实很适合穿像这样子的。领就是它的那个领子的高度跟面积会比较着重在脖子这里，那可以直接穿上去嘛，对不对？直接穿，嗯，直接对，直接麦克风到时候把它拉出来就好了。它很适合做一些这边很有花样的对，像喉结一样，对，像这个地方，就是这种啊，如果脖子不够长的人穿呢、啊，就很容易。整个卡住，就没有对，可是你这里，所以你那另外就是你可以再脱掉，好，就打个领巾，今年很度假风的，嗯，好，你搭一件，搭一件，这一件牛仔外套有什么特别？其实今年很流行牛仔衬衫，或者就它是穿有领子的衣服，对，或者是其他衬衫的一些单品。哦，女生一般来讲很少有领子哈，对对。比如说你这边像那种有大一点的打蝴蝶结，这就变童子军了。童子从口袋变魔术出来，这个不够大，那我们用这个好了。哇，我阿公有一条一样的，好好看啊！就今年流行度假风的，那其实你就是折一折这样子。那比方说我用这个戒指好了，因为有一些女孩子不会绑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不会绑，这就更像童子军了。小童子军，那你们可以用一些戒指的方式把它套过去，对，好好看。然后一般啊，我就会建议，其实今年很多女孩子是会搭这种，就牛仔搭牛仔，深浅去经营出来。那你就搭了之后，你这边再系一条腰带，你的腰线现在可以了。嗯，今年蛮流行，就是深浅这样做，对，对啊。那如果你觉得你色系，好看的，拿捏，好可爱哦。如果你色系拿捏觉得有点危险，你也可以搭今年很流行这种高腰的，高腰的，对。然后料子可以搭配一下，可爱，露出了娃衣，对。好，这个脖子解决了。就穿着这个服装回去，好不好？各位要小心了，我们的重兵器要上。欢迎这位非常可爱的乡亲，全身胸围下来就是臀围的朋友，他被改造之后变成什么样子？欢迎小甜甜。还是穿错，其实要把这个穿的再更前面一点点，更瘦。记得呢，因为穿错不是因为你看啊，小天这个地方是壮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如果这样是你像阿尚穿法，阿尚才会这样，阿尚才会穿横的这样子啊。对，忽略这小细节，你要这样子 U 字型才会时尚，才会流行，好，对不对？有差，然后这可以稍微露出一点点比例。可是我想问一下他的 legging 啊，为什么他是横的，但是脚不会放大？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后片比前片大。那我稍微再调整一下，其实呢要再穿更直一点，就小天已经穿得 OK 了，可这个地方呢，稍微看一下，而且一定要对齐了，这个地方会修饰的，对，往后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对的，再拉回来，拉的角度对，哦，变直了，感觉脚再一点点呢，怎么样？肉肉的小甜甜经过防伪老师改造后，还能再更瘦吗？就变直了，然后到前面之后，它这边就更窄，超贼的啦！哇塞，瘦长，这腿比较宽，这个比较瘦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吧？你记得你对镜子的时候呢，我们照一下，对镜子的时候呢，真的很重要。你对镜子的时候，你要看到这个黑黑的线，看得到的地方才是正确的。嗯，啊，然后就会变瘦了。那为什么这衣服让它穿瘦呢？原因在哪里？其实你不要动，你不用动，不用动，你不要那么兴奋，乖。其实在这个地方。差真多，这个地方剪裁是 V 字型的，让它整个地方变瘦。嗯，哦，然后这边多了剪接线。对，还有最主要是这两块这个地方最，这个地方其实你刚穿错了，这两块要放成这样子，是让他觉得他的视觉上他的胸部跟腰围只有这么窄。老师，可是这样远远看好像他
他两个奶下垂。你手在见不得别人好吗？这点好像是等于是只有一个仔，他的腰只有这么宽，有哎、欸，其他都是布，对不对？有哎、欸，不贵的剪裁。后面呢？屁股也变翘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倒 V 剪裁，因为缩口之后，他的视觉上看他的腰就这么窄，对不对？嗯、这个都是、啊、这个旁边都是修饰。看哦，他后面超瘦哎、欸。对啊， oh、my God， 这不是甜甜。我们这个要出来玩说，你来猜猜我是谁，绝对猜不出来。被你受惨了你，你被你受惨了。谁啊？你回去看镜子，你会看谁？超瘦甜甜。你说什么？像谁？李玉芬啊。爱情难琢磨，你好，而且很漂亮，很难穿那么瘦，对，掌声鼓励。没想到肉感十足的甜甜穿上条纹上衣和网状内搭裤，竟然比原本更瘦啦，真是太不可思议啦！今天我们针对上盘、中盘跟整体一起来做会诊啊，然后超肌瘦。对不对？嗯，劲爆的一个搭配穿搭法、啊，这样子，我相信对现场每一个，不管你们今天有没有穿到衣服的，应该都有感觉啊。不管是只有胸部的，或者身形比例有问题的，或者是身体属于原生的，或者是整个丑陋的很均匀的，今天基本上穿搭得宜，都可以变成完美女孩、啊，是不是？开心。如果有任何今天看完这集之后的任何疑问，真的都可以上我们的国民女王的官网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问题。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参加我们的女王大调查的相关问卷内容，有机会得到精彩的美妆好礼哦！真的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精彩好看和专业的国民女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晚安，再见。拜拜。